拉文，又名拉蚊香、香印，有咁多称号，证明拉文有极高嘅人气，难怪被外界称为造星 MVP。拉文由美国百老汇舞台一路跳到造星嘅舞台，每次表演都将澎湃嘅力量毫无保留咁发放出嚟，经常成为表演嘅焦点。拉文好犀利咯，我觉得完全俾阿拉文吸引住啊。Lyman, I really like you。除了表演魅力四射之外，赖文开朗的性格都充满正能量。虽然是海外参赛者，但是就跟所有参赛者打成一片，无论在比赛内外都深得民心，绝对做到他今次比赛的初衷。You only have one life, so you might as well try your best. Whatever you do in life, just 100%。赖文在舞台的光芒已经咁亮丽，期待你日后在不同地方继续发光发亮啊。